座右铭之后就是使命，再来就是像菩萨的愿力。我们虽然处在这样一个娑婆堪忍的世界，就是五浊恶世嘛，是最重要是要修那一份清净心。那清净心就是无染，可以跟我们的明镜相辉映了，因为他也是助人为乐。因为是师公他曾经讲过，净心第一，利他为上。